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意法半导体产品市场经理周阳。今天由我来给大家演示利用 NFC 技术进行 LED 调光的 demo。 在传统的 LED 调光中，大多使用波马开关等有线的方式，效率相对较低，但是如果利用 NFC 技术的话，则可大大提升效率。这边给大家演示的就是利用 ST25DV 动态标签为 LED 灯光进行调试的 demo。 我们只需要利用带有 NFC 功能的手机放到 ST25DV 动态标签上，即可识别到芯片，然后就可以利用芯片自带的两路 PWM 输出调整转空比，从而调整 LED 灯光的亮度。大家如果对这套 demo 以及其中的产品感兴趣，都可以与我们 ST 取得联系。谢谢大家。